郡主，不是想来和郡主做比较眼，我想要神鬼兵器的。这个事情关乎江家的生死，你要和我江郡主？后主是，你也配？我会尽一切办法，不让你受一丝冷落。我是秉州总管李长青之子。 你到底是自毁，你到底是自私，太皇太后全凭你自己做主。 然后我还来得及，我这辈子最不后悔。